欸，不过有一只小狗开始在寻喽，看看会不会寻到没有？不过我觉得一般啊，不会。那个狗看起来比较像在寻野水晶。对，哦，有些狗反了。欸，结果他也没寻到野水晶啊。黄老师已经走过来，不过这边有两根地刺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甚至像小姐手中一定要野，一定要那个，一定要有地刺哦，不然这真的会死人了。对，先一开始放了两根地刺，现在就用到了。对你没来就算了，你来了我刚好挡得住。剩的那只在巡逻的狗完全没有看到水晶塔、啊，对，非常尴尬，有点尴尬，眼睛不够大颗，嗯，不够。喂，狗被抓到了，想知道从哪来的？应该是确定对方有水晶塔，但不知道在哪里。这边小狗一攻一防，他要排爱心，对，信不信？搞一个神预测，十一点钟吧，他要排爱心。好，发现了，好，发现了，好啊，还是在第一场就决定先排个爱心给观众，先攒个人品。这也太小，应该排不了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勉强塞得刚刚好，我觉得这应该算是有研究过，搞不好他是要搭配那个水晶呢、啊。好，半路被拦截，狂人士表示不准。哎、欸，这狂人士回去等下遭殃了哦。哎、欸，这个狂人士回头了，狗是有攻防的、啊，这是攻防狗、啊。对，一攻一防的狗直接打过来，狂人士直接爆炸，一攻狂死光往后退。来，这三矿其实不用开，因为他们有偷开，他有偷开矿。所以这边有感觉到不对劲，拉两条狗出去巡哦，看有没有在往去。不过如果我觉得如果现在这边打的是树攀三本，其实单以兵种质量来说，他也不会很怕跟对方打，觉得对方经济比他好。好，嘿，这边要出来开矿。对，现左上角有一只小狗没有进去看哦，那、他可能是点上面，那因为那边已经被堵住了，他就往下。点上面进不去，但是不过这边百神兽出来，六只百神兽加一只等于变七只。哦，公兵后面在刷哦，这样公兵这边不要八十啊。哇，这个公兵数来到九十咯，快九十。哇，这个虽然往上攀三本啊，两边这个看起来真的是表演赛哦，应该可以看到。非常非常大后期的一个会战，对，然后现在发现了十一点钟方向狗要去了，哦，有立场，有三只哨兵的话，这狗就上不去了，哎，好，现在放，果断放弃，马上放下一个光炮在门口，那这边可以靠百神兽啊，看要不要放来个一只，哎，真的排爱心了、啊，这个不叫爱心吗？我觉得这比较像豌豆，你知道吗？这是爱心，你不要要求那么高，他很努力啊。我们刚刚努力要拍一个爱心，人口才126就刷200了，你还要求什么嘛？我来看他正面怎么办，这边有蛮多只的百生虫。好、哦，这边闪现。哎呀，这场大、哦、不错。哇，这个操作还相当不错。这个操作真的是相当，还是相当不错的哦，相当果决。哎呦，进来了，小虫虫的那个。时间还没有升，哦，又跳进来，哇、哦！剩这一波直接被瓦解掉。对，哦，这一个我觉得很傻，很果断了。一般的神族搞不好甚至不敢上。哎，那要闪现加立场应该是没问题。对，没有问题。这个挡得很好，这操作真是不得了，非常细腻的操作。其实我觉得比较大的问题是他那个爱心啊，他的爱心卡住了自己的矿区，导致他这样开就没办法开五矿。对，他原本是可以开一个矿在这边的。对啊，原本守住门口，他就开这个矿。他现在是应该摆上面的吗？好感伤哦。哦，圣殿想要去处理那个矿区，他觉得正面可能打不太下。没有，他升空投了。哦，那狗要过去了。对，王虫也过去。但是 Hess 推出来了哦。Hess 的大部队。哎，这边出来了。不过这边还是基本。这样可能部队就要回来了。因为圣门口靠这些百神虫不够，对，圣应该发现了哦，然后这边对，哦，不过家里面的百神足以防守，所以问题不大。十只的百神兽没有去向，你也没办法推。
先准备好回家了。好、哦，要这样去，这样还是家里面要爆炸。这次你等一下进去会看到爱心吧？我觉得他会直接投主矿。好，上去了，上去了。哦，发现不过已经来不及了。好，立场把自己隔起来。部队要旅客来吗？这个如果部队旅客过来，啊、部队旅客过来，家里主矿要爆炸。哎、欸，我们还同时有空投在 send 二矿一波狂战士。啊，有争取，给他空投，用空投稍微争取一下时间。哦，这个，对，不过他这边的话，他自己的三矿还是很危险哦，因为。圣应该很清楚知道对方家里面不可能有兵，我们看到白的时候直接挺进。妈妈船现在应该是没能量的状态，没办法传送。哇！结果黑石他这一走，哨兵全部留在三矿了。哎呀，我觉得那个追猎者太执着了，现在家里要着火了。对，现在我们来看挤上来，巨像的射程还没好。对，巨象射程还没好，而且没有其他部队辅助的情况下，他也不太可能硬打。哇，后面过来这个矿要掉了。过来了，过来了。然后哨兵就这样慢慢自己走回来。好，这个矿区是掉定。今天是可以打，因为他外面还有一个矿。好，不过这边的话，哈，还是外面绕的追猎也抓到对方矿区，没有问题。这边打个换家哦。这哨兵就这样走回来。好，巨象的数量来到四只。哎呦，四只到。哎、欸，有一只，有一只下去干嘛？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，啊！捡到一只巨象，不过前线的追猎，好，前线追猎要送光。好、哦，他要追猎一点草，好，好像喷虫物，喷漂亮哦。不过这边没有办法，这个打不掉了。对，妈妈还可以。啊、所以至少打掉圣的五矿，那圣还是维持在十矿。人口瞬间差70啊！不过这边还是刷兵应该是很快。我觉得他开始会有点后悔，他为什么要把那个矿给堵住？对他开始慢慢会把矿感觉不敷使用的时候，他那个水晶塔就会造成他的困扰。S 这边有研发了风暴，幽能风暴，好像是脚要闪。那风暴应该也是不知道，结果那个矿区现在变成了一个累赘。对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哇、哦，好多！要不要风？欸、要不要涨？啊，爆了！去了！直接想要去救，就被蝗虫硬点。对，正面也在那边被打。你要不是白电？哦，这个电有痛。不过这个部队量，我觉得还是损失也不小。现在面的前线要6000多了，看到这个水晶塔应该是傻眼。完了完了，要变缺角的爱心了。而且黑石他的那个补给基本上都在这边，他这个全部咬掉，他会卡人口。对，他卡人口，人口没什么水晶塔，人口瞬间回到100，尴尬，卡爆。好，砍刀，圣刀，插底。而且只剩下70的人口，可以要什么就什么出吧。对，这人口70到底什么妖术？好，阿布队拉过来，好，直接要吃光所有部队。我反非常可爱的一个战术，不过没关系，看来出来，这样出来应该就啊、雷兽出来应该就是要把对方打破了。雷兽啊，雷兽！哎呀啊，这个家我们这边很强了，狙。所以是剩一比零。哦，剩一比零啊！我刚，你刚刚不在吗？我刚刚稍微离开了一下。没关系，我懂。神代 ，How about you？ 好，果然是收费啊，很燥啊。哎、欸，败者选图。好，那你问一下，你是要选哪一张图？来，我们麻烦一下海星哦。
就我问了。刚不要爱心，可能就赢了。对啊，来在单人赛，我有这感觉。单人赛就是以大家欢乐为主。战术打得还不错啊。冰霜，那 Big Boss 开吗 ？OK， 冰霜之地。好的，各位，你们现在收看的是星海战队经典赛，由 Stone 战队对上 Rush 战队的比赛的最后一场。那刚刚，由代表 Rush 的 Sen 击败了代表 Stone 的这个 Hess， 拿下 BO3 的第一场比赛获胜。那这边 Hess 还有机会来做上诉。邀请，九妹不见，我应该还在吧？你从我们的群组消失了。好，我再加入一次。邀请，对吗？我直接邀请你本人就好了。好。找到。那各位麻烦推荐一下 Sam。哇，来到4800了吗？4800真的很高哎！刚刚一度听说快5000。大家赶快开小号。OK， 准备好了。OK，Ready，Ready，反听。反听这个好久没听到，在国中以后啊，国中以后是没听到。冰霜之地。这张图也是蛮大的一张图。那马上来看一下出生点位吧。谁来？好，我来报出生点位。在画面中4点钟方向的蓝色神族选手是 Hess， 代表是东战队的 Hess， 刚刚输了一场比赛。那在画面中10点钟方向的红色虫族选手是台湾虫，现代表的是 Rush 战队。九妹，刚刚人家说要海星爆点位啦，吼！你真的事后，我30秒后才看得到。那不然请海星进来再爆一次点位，我 OK。OK。海星不在里面了。海星在。海星在吧？他不在，他不在，但他在那个 Skype 里面。哦。哦。好，就要看这一场了。这一次是对点啊，看看对点会不会打比较久，看有没有打到中后期。这一场在对点中后期几率还蛮高的，12D。哎呦，先要搞了，对，要搞人了。不过黑石这边是先野练场，所以。不会有问题，也没有太偷。Hess 这也是想搞人吧 ？Hess 也要搞人啊！他想搞人才会这样犯，要搞人才是两只出去的。进行互搞，尽情的互搞，互搞瞎搞。这跟宗师的理解就是会在同一个时间点想要搞人，互搞小搞，互搞小搞。我这边看到了，但是Hess应该也会觉得很奇怪，怎么这个狗子的速度越快？这群到家里面就会下光炮了，所以其实也不亏。这边要封门了，他要先裸霜哦。哇，他这个有点带种哦，很拼啊。有发现就好。不过这张地图够大，我觉得应该是可以。
狗来了，狗来了，赶快存钱。来喽，六条。好下，重点是还要封门哦。哇，他还先下兵营。哎呀，超带种啊，这个有点猛。哎，他工兵是看到了，对方狗来了。对，他看到了。再就是水晶塔。哦，这边还有一只工兵误导对方，对，故意往错的方向走。对，圣有派一只小狗去七点钟方向看哦。哎，圣还是猜对了哦。哎，他这是没封啊，有封起来。来，其他过来打的时候就会封了。有。啊，也只能这样封。对。好，光炮好。十条狗的输出传送，对，这边是真退。这个黑石感觉很有经验，非常有经验啊。这样前期开局还蛮优势蛮大的，只准自己搞人，不准他人搞我。对，要溜进去了，一个暴君想溜进去，可是因为这进去之后的路线都会被光炮打。对，这边剩哇，剩的二矿。哦，谁准备投放？这次没有发现。哎呀，还是不愧是搞神，没放王虫啊！这只工兵是很早就躲在这里的吧？发现了，来不来得及？刚没护，这来不及，这来不及，两个光炮，这个来不及，因为门口会封死。舅舅表示看不下去了。那这个时候狗回来跟妈妈下来，但是来不及了，挂好了。都很秒到，这个真的超厉害。好，我们看到工兵要下去另外一边哦，看三矿。哎呀，被发现了！原本要绕过去，可是被发现，因为选择在躲回光炮的保护之下。哎，我、哦、有、哦哎、啊，不敢，这个上不了，这个上不了。哇，这个神来一堵啊！哎，哦，而且他刚才指定光炮先把后虫点，漂亮。我觉得他可能会比较再出去。剩这边怒刷工虫。他把农民都拉到三矿去，这个矿就送你了。哇，这场亏亏。那就要看现在怎么办喽，剩下两个矿，那土矿开始放瓦斯。人族这边嘿，又感谢不是快好了，两个瓦斯。这边想要放第三个基地，把龙往上拉。上面这个点位是以虫族玩家来讲最不喜欢开的点。对，没有错，这个地方高地非常危险。高地不管打哪个族都很麻烦了、啊。对，他那个神族在上面放水晶的时候很难发现，而且右边有一条小路，他可以放在更后面再走过来，你很难发现。我怎么一直感觉黑石要在前线放？你说这边又有两只农民在这边吗？对，两只农民在做什么？也是放下三矿喽，真的很赶哎、欸！这个八分钟，三矿已经一半了。就是他要看到他大概快七分，大概七分才多一点点就放下三矿，超级多。哎，重点是他还不知道圣有没有开山矿，对，他那个农民没有去看，他现在情报量不够，他现在上去巡了，他拉一只农民上去巡，农民这边看到了，看到缺矿，没有二本应该是会提防下，这边也有母舰核心可以帮忙打狗，还有光炮，看来没有办法，这个。待会黑石就稳稳的出他的三矿兵种就可以了。对，这个黑石是很大喽。他放两个 BS。哦，两个经济之门。没有，加上他原本二矿就有的是三个 BS 啊。哎呦。要玩舰队了。舰队导航台，等一下搞不好就下去了。又要来，不下脚不会又要排爱心了吧？这个看起来不太像。你说左下角。排字。要排什么？要排 S 了啦！要排字，
上一场排一这一排排字，然后等下排完被咬掉，然后又卡人口，又要打 GG 了。欸，他这次排字有小心不要盖到矿区了。哦，有发现。顺便开矿很好嘛，一次排字比一次来的用心。对，Sam排字的男人。对。这排字也是要经验的。对。真的要出大量空军了，要提空军的一攻。好，来了一个 H。这排的相当不错。蛮整齐的啊、哦。待会他那个 A， 他是要排小血还大血啊？应该小血吧。A 不好排啊。A 很难排啊。A 不管小血大血都超难排。这边剩下三矿四基地来爆兵了吗？哎、欸，哦，没事。为什么我看那个九面的视角是歪的？我刚刚有转了一下。那、啊、我转不回来了。转不回来啊？是假的，扭到，转不回来。你看那个、啊、叫 DL 啊 ，DL。对 ，DL 跟 insert， 比例跟 insert 跟比例。哎呀，我。好吧，我现在跟九面视角整个是歪的。是假的？那你不要跟我的视角。你跟一些比较正派的人吧，跟我好了。对啊，早帅一点的跟啊，就我了啦。说不定你还早帅一点的跟吗？你也是跟我的吧？那我跟九九。我刚刚尝试跟过你们全部的人都不会动嘛，摆明就是跟我的。我明明就会动哦。对啊，我明明就有在动。那好，现在跟你的我不动了。你刚刚是说我还是 Big Boss？我说收背，我跟收背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那我也跟收背。这边狗一球要溜，但是好像没什么事情。这个还蛮难接话的，也、欸、是真的防守的很好啊。对。还是好认真啊。持续的骚扰，家里面这边的话，虎德又是兵营，所以其实这应该也是正常打。原本以为要出大量空军，结果现在要转地面部队了。对，好，孔安石溜进去，后虫表示压力很大。压力很大，这边过来。百分兽，百分兽表示直接被抬举。对，哎呀，赶快蹲下。下面挖地瓜了吗？哦，没有。好，绕了一圈出来。出去了、哦，那发多能风暴还有巨象。Nice。重点，我比较关心还是他的那个 H 木，他的那个 Has 只拍了一个字啊。他后面完全都没有拍。他后面可是跟手背还是有点歪歪的、啊。你跟我吗？那我跟你啊，有点偏右呢。正常的人都会有点偏啊。我觉得一定是正派问题。正派会不会都有点偏了？这个不太好。就是说，正常的人都会有自己的私心，所以会偏心。最好是这样。这样子，正常的人都会有一点小小的偏心哦，所以这是非常合理的一件事情。像我就比较支持虫族选手，这大家都很知道。好、啊，这边要取吗？没有。有吗？没有。没有。这拿手的妈妈海哦，这也是 Sam 发明的，算是开始用的。拿来对付空军呢、啊。很强。百神兽像很长很像莲藕、哦，对不对？这件事情我以为大家都知道了。这个有密集恐惧的症的人会很讨厌这个东西。对。真的超不舒服。没有，我是很久没看到八连偶了，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。每个全身都毛起来，很不舒服。哎、欸，这水晶要被看到了。哦，上面一堆狂人冲过来。哎、欸，这不是黑石打线前几天的开局，不是那个谁打线。我硬插。哎、欸，这边硬点。我、哦、还一点珠宝好照。三。我要补血。我要补血。补血条。哎，你敢信？可是主矿现在有危险，螺旋塔会被打掉。螺旋塔被点，不过这边还好，因为主要部队也不是在。来不来得及补血？不是救援了。他们来。好，接下来是孵化池。哦，这样怎么样？补血要补血了，要补血，补血大军来了。哎呀哎呀，哎呀，来了。哎呀，腐尸不要让我紧张啊。对，差点倒坦。差点连孵化池都掉。有点强。妈妈海还是很强。继续放下螺旋塔、哦，对，剩下的东西排完呢。对啊，他就这样排一个 H 就不排，他排 H 公民就走了，因为公民要死了。完了，他已经没有什么，他再排下去就真的要优势变那个。
就告诉你要算尽忠职守，应该要专心的牌子，反正都满人口。好，绕过来。哦，这牌数量很多啊！哎、欸，哦，这边发现了，这边发现了，发现在排斥了。你在排斥，可是只有一个 H， 只有一个 H， 甚至咬起来也不够近。等他一只狗都没咬，有点辛苦，就是不知道比赛结束之前他咬不咬得完。应该有机会，我刚看咬蛮快的。哇，现在升自己的三本了、哦。结果因为那个水晶塔掉，导致谁凯斯拉卡人口没办法传兵，就好笑。我觉得应该会补起来，因为毕竟那个水晶塔数量还蛮多的。哎哎哎，这边过来，这边要换家了吗？我们看到大量狗直接溜进，往对方家冲。现在这边要偷偷来了，但他进不去，黑石封住了，封死了。三矿可以，三矿只有一个光炮。哦，三矿也溜。哎呀哎呀，三矿要爆了。对，三矿也要爆了。哦，二矿也爆了。二矿走。哇，进去了，进去了。对。哎呀，这边球球了，二三矿、哎。三矿也掉了。而且因为人口快满了，没办法刷兵再加，是这样子吗？因为他现在就是因为那个水晶塔被打掉，他现在有十人口的单位没办法传了。哎呀，对，现在卡了，要卡人口了。不过这个正面部队很燥，能不能电？能不能电？电！哇！哦，被电掉了。哦，这个很痛。我们来看到后面有大量的后装和百身兽，两边这个真的换家了，应该会直接冲进去了。但是现在只有狗在换哦，所以看一下更够哦，只要他不要死的话。对，妈妈这边过来，哎，妈妈是会被反馈的哦。哎呀，妈妈这边要被抓起来了，他会被反馈是一个问题哦，因为我猜他可能想留着电，他只有四只也不太够。哎，其实他没有三位骑兵，有看到了。哦啊，有啊，这边百身虫被清光了，百身虫被一刀，但是这边巨象，你要被哎呀，后面的斧飞啊，斧飞很猛啊，超燥。哇，这边人口多了，但是这边黑石这边不开心比较多。对，哎呦，打狙狙，狙狙，恭喜黑石扳回一城啊！目前最后一场 BO3 的比赛，双方是1-1的平手，然后进入今天的最后一场比赛了。好、哦，那我们就麻烦 Sen 选一下地图了。对啊，这样已经进来了，他可以报点位。对啊，最后一场给阿海播。对啊，对啊，最后一场都给他播好了。最后一场让他报点位，顺便给他播好了。抽奖顺便让他抽好了。好，举双手。哎、欸，九妹直播要不要让他开啊？不要，让他开我直播会断掉。对啊，这样会断，不然行。好，我们这边等一下 Sen 选图。哎，线不在频道里是不是？那我们要麻烦阿海一下。啊，这是什么图？5000，我刚刚蛮，刚打大怪就5000。先说星际，哦，星际。等一下，我再搜寻。要开队哦，开那个两人的。对，星际基地联赛版对不对？对。
啊，各位观众来看第三场。